捡漏了，姐妹们。厂家着急搬库房，清仓处理一批这个加大加厚双面绒的这个吸水抹布啊，它这个质量可好了。之前呢，这两条啊都是要卖到9.9的，现在厂家着急搬库房，不想搬来搬去了，这个还剩下一点库存呢，所以现在给它全部便宜清掉，今天直接降到啊9.99啊，不是给你发账的4条哈，也不是给你发账的6条，更不是给你发账的8条。而是发整整的10条还包邮，但是它这个数量不多啊，清完可就没有这个价了。你们刷到的呀，赶紧都去拼手速。你可别看它便宜啊，它这个质量可好了，用的呢都是这种双面的一个珊瑚绒的抹布啊，就特别的柔软细腻。它这个呢摸上去就特别的亲肤啊，而且呢吸水性也是特别的好，不掉毛也不掉絮。它这个整圈啊，你看做的都是这种包边包条的，做工也是特别的细致。上面呢还给咱们带了一个小挂绳，这用完以后啊，你就往上一挂，干净又卫生。平时呢咱们在车里边，你给它放上两条啊，随手呢擦擦车呀，擦擦玻璃啊，干净还不留水印。在咱们卫生间呢、厨房呢，你可以放上两条当个抹布来用。平时呢用它去擦个手啊，擦个桌椅板凳啥的都是非常的实用。主要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，就你当一次性的抹布去用啊，都不带心疼的。趁着活动，你们都赶紧去抢上一单。